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毛病，每个人都没有跟我讲，尤其宝儿。后来我问他们，他说因为怕不要这个八哥特别交代他们不要跟我讲，因为他说我自己的女儿都得这个病，所以不要再让我烦恼。这个后来知道蛮感动的。这个听到就是说八哥有心脏癌，有没有觉得哎蛮心痛的？真的很心痛啊！可是为什么没有早发现？因为其实现在的癌症哈，如果早发现的话，应该及时治疗是应该都可以再延续几年的生命是应该有的。我还不是很了解，那等一下我进去了解之后，看看我能帮什么忙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